是山上满落花。停下来，吵死了，专心骑车啦，很危险呢。啊、你干嘛、啊？大家都这样很方便啊。哎、欸，拿去垃圾桶丢啦！哪里有垃圾桶啊？前面不是个编号17390垃圾桶？啊，那我的车啦！哎、欸、哎，这条吗？停在施工哎、欸，哦，很烦哎、欸，怎样啊？哦，啊哈，这也是单行道哎、欸。好像是，我不知道。啊，台湾路很烦哎、欸，小心我车小心。哎呦，我先靠边。啊。哦，最大的是哪里啦？到底怎么骑在这里的啦？我哪知道啊，台北路就很烦啊。谢谢。怎样啊？到目的地雨就停了。幸好衣服没湿。哎、欸，黑鬼，嗯，你干嘛穿这样？你以为十一月就没有紫外线了？晚上寒流来，听说十度都不到。怎么可能？跟外面三十几度热。马上下班你就知道了。这样才不怕冷。很热。哎，黑鬼。在这边，我感冒，头点晕要回家。带你回家了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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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啦，没关系。谢谢啦。走了。这个人家到了。啊！哦，你大家喜欢这样乱抢车啊？明明就一个人一个车位。新买的，帅吧？你买二手？谁给你买二手？全新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全新哦，好新耶哦！我现在骑过去大概十分钟，好，等等见，拜。哎，久等了，久等了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久等了。啊，刚大赛车，你知道吗？我认识你吗？我鬼了、啊。刚刚不是这样的、啊，嗯。啊！先生，你没打方向灯，撞到我哎、欸！啊，撞到你帅啊！我是说你没打方向，差点撞到我。啊，撞到你哪里呀、啊？谁啊？你不要碰我肩膀啊！怎样啊？有话好好说，不要碰我肩膀。